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嘉义市学生辅导咨询中心去年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申请青少年生涯探索和计划，关怀十五岁以上未满十八岁未升学未就业的青少年，更加友商店家合作办理多元形态学习方案，安排一届课程，其中电竞甲直播组甲宠物的训练课程上热门。市长欧敏辉也出席课程的成果展，鼓励囡仔探索家己。发挥无限的可能。嘉义市学生辅导咨询中心在七号下晡举办青少年生涯探索和计划成果展暨感恩大会，市长吴敏辉亲自到场颁发感谢状，和提供学生实习的优先店家，阁有警政、卫政、社政、司法和民间团体和学校。学府咨询中心形成安全防护网，帮助囡仔找到适合家己的未来。因为有大家的爱，友善店家，还有社团，还有所有我们专业的社工以及我们辅导老师们，大家的用心，然后整合起来，今天这样的成果展就是告诉大家，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相信教育是有巨大的能量，我们只有借由教育让大家了解，能够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让孩子导引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教育真正的本质。所以今天的成果展也借此来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教育的伙伴，大家共同努力，我们让每一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路。青少年生涯探索和计划分作 A、B、C 三个方案来帮助学生。A 方案是辅导学生 ，B 方案会安排职业课程 ，C 方案就是让学生亲自到优先店家做职业实习。其中上届一本的课程是电竞直播组，阁有宠物训练。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主任陈建明表示，只要囡仔有兴趣，就算做一班只有四五个人嘛会开课，希望借此会当开拓学生对着产业的视野。A 方案就是透过学生的辅导，那 B 方案的话呢，就是我们安排一些职涯的课程，那 C 方案的部分就是让学生亲自到店家去做职业的实习，所以我们就会去主动找友善的店家，他愿意接纳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可以到店家去真正到职场去做实习，所以友善店家这个部分，他们都很愿意提供这样的职业训练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可以真正的走入我们的职场里面。嘉义市今年因系国教署111年度中辍生预防和复学辅导工作的职优管区，包括北横国中、南平国中和民生国中都是职优单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对去年开始由辅助中心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申请青少年生涯探索和计划，和优先店家合作来举办第二多元形态的学习方案，透过生涯探索活动、工作体验、关怀辅导等等的课程，重新回到校园读册，这是顺利就业。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